乌拉盖草原的早晨空无一人，为了感受九曲湾的第一缕阳光，早上6:30我就徒步进入景区，这种空旷的感觉太迷人了。像云端山那边，海里面，真实的我应该走向那边，日落前什么来定义超额，神啊你在哪，山啊我害怕，海啊也带不走，尽头到底有是的，你在于怎么选择，深蓝你在哪，山哪我害怕，海啊带走爱愁，就像这不是草原最美的季节。